吧。你怎么了，林雨？司总，他为什么要送你回来？因为我们俩一起吃饭呢。那司总，他有没有女朋友？你问这个干什么呀？你快告诉我有没有？好像没有吧，反正没听他说过。那他不会对你有意思吧？妈，你想什么呢？瞎说什么呢？要不一个老总，他怎么又送你回来又请你吃饭的？因为愧疚，他和他后妈关系不是很好，小小的牵扯了我一下。后妈？他后妈对他不好吗？好像矛盾很深的样子。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？我接个电话。喂，高翔。什么？医院？哦，好了好了。